要是忘了还呢？那套子要收呢？那一回头就会发现，我看他等他放下来，那有没有看到？快放下来了，哎、欸，停着放。好，他抓着，然后呢？他回去了。他发现了，忘了还。看吧，如果是有人自费的话，那我下一步就要看他的收藏方法。折一折。没有啊。超冷的。当天呢？我再来增强一点。我的左侧。现在是蓝天，又蓝又冷，没事啊，那个黑色有松雪跳跳兔啊，它就只是松雪跳跳兔，它不黑。是吧？右边就下来了。嗯，对啊。太慢太慢，看风景。你要玩松雪区啊？你是说万一出贼的话？但是我觉得跳跳兔也比较好玩呢、欸。先玩这边好了。是没有时间啦。那就不要玩那边，不要玩。那就不要。你看现在视线好了，玩这个啊。随便你啊，你也不用自己跳，地形就在跳。慢下来喽，慢下来喽，不要玩到太高兴了。你有慢吧？我以为你玩得太高兴了，还蛮还就就猛冲哦。哎、欸，现在看蛮远的，不过也只看到雪场而已。就就猛冲啊！就只听到啊，好，继续。有看到我一套坐在地上了吗？但是你往前一顶，又顶回来了。对啊，真的是想摔倒。
差不多要直冲了，再一波小小的，我只想回头想看一下刚回头看，不会很陡。又跨了超二，快拿着雪板走路，跑不动了。哎，那也不要，要，要吗？你要做吗？好啊。他会拉到那条绿线上面，希望应该是滑得下来。有一台没开啊，上面的。我也没什么人，那就现在来做。就是他没有。
魔毯呢、欸？这样不用爬楼梯，很好。雪白菇，哦，那好
先换个路再下来，才到那个这里。啊？这里啊？不对啊，这里走道很干净。走道算是近的，尤其你坐火车的话，从札幌站坐20分钟到那，接着再从那里坐计程车或巴士到雪场。去，等一下啊！从前面下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从左边下，感觉要推更用力。很累啊！好了。我拍一张好了，这里的雪看起来也够平的，没有人理他们。你要是躺下去的话，应该陷下去吧？哈，你先不要抽，我先拍了。好，你要不要跳进去啊？你跳进去啊？要回家了，不要跑了。你跳进去啊？那个红裤子的人。努力，没有啦，稍微往左可以。再过去，哦，陷下去了，就在雪地上走路了，还是那个人那条路就可以了。好累啊！对不起，好了啦，其实是这条线就可以了。是何时才会有动力呢？好像我选错了树，选树的左边就对了。哎，有斜度了，用抖两下的方法。没有。有了有了。我利用你压出来的轨道加速。
钻石的有波度，前面前面就是。好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卡住的地方，第一道。风在帮忙，风吹。好了，可以滑吗？我跟着你啊，
我现在退票，我先退票。票给我，票给我。